没想到弟弟这么会玩。答应我，将死不下，柔永不差。你毕业后就要去实习，万一哪天被人家看上了，该怎么办呢？不准质疑我眼光。你准备好了？但部下准备好了？我不想当一直被保护的那一个，也不想当一直接受的那一方。我会顾你一辈子。堂堂夏氏集团的总经理要用我，我可以。你就是那个拐我儿子上床的男人吗？我知道，你们两个男生谈恋爱很辛苦。公开场合你克制一点啊，到时候媒体跑出去怎么办？我要的是我儿子可以摊在阳光底下。我不让你失望。我是有期待什么，是不是？想见你的男人。我怀里被我宠坏，我不会让你委屈。我这个月要出差，什么都没有听你说啊！算了啦，反正每次舍不得的人都是我，又不是你。哎，古老板。哎 ，Hello。当初有人哭着来吃牛肉面，现在笑着谈恋爱。说我没运动，刚刚都没有这样说，好不好？你就试试看吧。我也会舍不得啊。我们的青鸟没有迷路，是因为有你啊。我们终将之后也会一起到未来吧。老去。楚一平小朋友，你今天就跟着哥哥一起走。耶！爸，你根本是故意的。你可以和你弟来，我也可以和他来。哦，这种人啊，我才不是他弟，我是他男人。很久。我真的没有办法找到一个人陪我到老。以后你想去哪里，我都陪你去。别害怕，我是因为你而存在的。谢谢你把很久待在我身边。我们终将老去。